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一个炒面。昨天吃面条的时候剩了一点，今天把它给炒了。剩了啊，豆芽、油菜，还有就是胡萝卜、肉、葱，咱们先给做面。面做好了，起锅烧油。葱花、辣椒酱、胡椒粉，来点老抽、胡萝卜，来点豆芽、油菜、盐、味极鲜、鸡心。放面，炒一下出锅。一定要大火爆炒一下，然后这火有点小。炒好了，炒面，咱们这手工面条是又筋道又好吃。不过今天有点晚，做饭有点晚。这会儿才做饭，赶紧吃吧，我都饿了。
吃完了，今天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。我是彭小哥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